泽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台北大都会的最北疆，这个地方就是台北的北投区。这前庙已经有45年的历史，相当的灵验了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它前面呢有很多这种各式各样来自，例如说日本的、中国大陆的、香港的朋友，对，都在这里写哦。千里姻缘一线牵嘛，我觉得有缘呐、就会来相会。本周六中午12:30，说北投的故事给你听。